这里是 T Life 的家庭美容院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如新在2020年底推出的这款黑科技磁光机。这个磁光机的外形就让我黑瞎眼了，它太像外星科技了，我怎么也找不到充电插头和开关。原来它是完全的感应式操作，触摸开关，感应充电，看看这身段，一体式设计，完美无瑕。接下来大家一定会说，快快快快快告诉我效果如何。据说效果特别好，用一次，哇，真的效果不一样哦。大家再来看看谭小葵今天的脸是不是有些很奇怪呢？两边脸好像很不一样哦。其实这个磁光机我已经用了一个多月了，为什么今天才来介绍呢？如果你想听真实的体验，真话的话，一定要耐心的听下去哦。当时我收到这个磁光机的时候呢，其实我已经录制了开包体验试用的整个过程。当我第一次用完以后，发现耶，没什么变化呀，我以为我用错了，马上就翻了这个说明书，然后呢也到网上看一看别人用磁光机的一些体会。我觉得我没用错呀，这怎么回事？难道2020年的黑科技是假的？因为我对如新的产品我是很充满信心的，那我想是不是要花点时间来做体验？我就拿我这边脸就开始试用，每天用一次。第一个星期我就洗脸的时候发现这边脸是比较柔润啊，比较光滑。第二个星期的时候，这边脸呢确实比这边脸呢更加的亮了一些。第三个星期有一天我就照镜子一看，哎呦天啊，你现在老的都不行了，你看这个老人斑，哎呀太黑了。忽然间我意识到什么，我立马转过这边脸一看，原来啊是这边的脸的黑斑淡了，所以就显得这边脸的黑斑就特别的深。这个磁光机对谭小葵来说祛斑淡斑效果特别好，想去用极光祛斑淡斑的朋友呢，可以稍微等一下，不妨可以试一下这个磁光机。因为极光淡斑祛斑呢还是有一定的风险，做多了皮肤会有凹凸，而这个磁光机呢你在家里随时都可以做，天天都可以做，非常的安全，而且它不容易反弹。再一个呢，就是前几天我一个朋友告诉我，他用了三次就发现他的脸就小了很多。我说我不感觉呀，真的当我仔细看镜子的时候发现我两边脸太不一样了，这个脸觉得真的是很重，这个脸呢就觉得很轻松，嘴角有很深的皱纹啊，还有这个法令纹啊，而且这个斑也很重。我说今天一定要把这期节目给做了，做完了以后我就可以开始做这边脸了，不然我都出不了门了。所以这个磁光机不但是有祛斑的效果，也有呢瘦脸的效果。虽然这款磁光机呢不像前几个 SPAS 机效果这么明显，但是需要你花两到三个星期，它的效果也是非常明显，而且不容易反弹。既然它效果这么好，它到底用了什么样的黑科技呢？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，这个环节非常的重要，就相当于一对恋人准备结婚了，要对对方有个很深度的了解是一样的。优思给你创新的可变脉冲微电流技术融入到突破性的 AgeLog 磁光机，激发肌肤活力，使肌肤磁光透亮，散发自然魅力。那到底什么是可变脉冲微电流呢？可变脉冲微电流是 2.4 秒为一个电波周期，包含 1.2 秒的正电波和 1.2 秒的负电波。在正负电波的时程当中，包含了10个正脉冲波和10个负脉冲波，这10个脉冲波的脉宽都不同，是程序设定好随机分配的。每次走完10个电波后都会重新分配一次，在 2.4 秒中共有20个脉冲波，两分钟的护理将完成1000次的脉冲波正负切换。为什么要这么复杂的波形呢？无规律变化的电流会对皮肤有正向积极的作用，一成不变的单一电流容易让皮肤产生惰性，我们需要不断的新讯号，让肌肤不断感受被叫醒，从而有不断新鲜感。可变脉冲电流始终随机变换，每一个脉冲波都是一个新的体验，让你的肌肤感受到层出不穷的新节奏，激发新的活力。磁光焕亮蜜是专门为磁光机设计的配方，离开了它，磁光机就没有办法好好工作。这张图是磁光机运行之后测得导头表面的电荷分布图，左边没有磁光蜜的时候，电荷的热点是非常强烈，对皮肤的刺激也是非常强的，可能会对皮肤产生过度的刺激。右边使用了磁光蜜以后，在磁光蜜的介导下，电荷热点表现得非常平均，不会对皮肤产生任何伤害。了解一下磁光焕亮蜜的配方，它为什么可以做到让皮肤瞬间亮泽的效果？亮泽的配方有海水仙提取物、烟酰胺、
抗坏血酸四亿棕榈酸酯，谈润配方有苹果和西瓜果实提取物、冰豆萃取物、透明质酸钠、NPCA 补水分子。焕亮配方有一种特殊的成分，就是海水仙提取物。海水仙花朵里边有丰富的亮肤成分。卢星所选取的海水仙只有在地中海地区的一些小岛上有发现，当地人叫它海水仙或者金百合，是一种被保护的珍稀植物。但是 New Skin U-Groove 技术可控农业，可以把这些非常好的稀有植物做到量产，可以把海水仙做到护肤成分的只有 New Skin。 下面我来介绍一下如何使用这个磁光机。第一步，上滑开机，伴随仪器长震动，同时灯光由下至上随着手势依次全部亮起。长震动停止后，灯光再次由下至上依次亮起，显示电量约五秒后进入待机模式，灯光缓慢闪烁。第二步，涂抹焕亮蜜，在导头上均匀蹦出三泵 H-Log 磁光焕亮蜜，并均匀涂抹在一侧额头、脸颊、下巴等处，这样可以确保焕亮蜜覆盖蓝色线圈，更好的导电。第三步，再次上滑仪器操作屏，仪器开始持续有规律震动，且全部灯常亮。将导头贴合一侧面部，向上向外按摩。护理过程，导头不离开肌肤。一分钟后，仪器自动暂停，进入待机模式。第四步，开启另一侧脸部护理。在导头上补充三磅焕亮蜜，均匀涂抹在脸部。上滑仪器操作屏，开始护理。将导头贴合一侧面部，向上向外按摩。第二次一分钟护理结束后，仪器自动关机，脸部无需清洗，将剩余精华按摩至吸收。第五步，清水冲洗导头，软布擦干机身，放置于阴凉干燥处，避免冲洗机身。那谭小葵还要提醒大家，在用这个磁光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因为它是个高科技，它很多东西是设置好的，有一定的时间。如果它说五秒以后再启动，你一定要等待五秒。如果你三秒就用的话，它半中间会容易停下来。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是很郁闷，后来找到技巧了，一定要按照它的规矩，因为它内存有一个重新启动的一个过程。那这个磁光机呢，我是在加拿大的朋友那边买的，美国这边呢大概在3到4月份会上市，请大家一定要关注啊！当它上市的时候呢，我会把链接呢放在我们的视频底下。而且磁光机的价格特别平民，一个磁光机加一瓶蜜才230美元，当一瓶蜜才48美元。Wow. 我的家庭美容院的新成员磁光机，希望你也能拥有一台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